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995页最后一行，课题：现瑞正传，这是礼佛现光品第五大段。这一段里面又分三段啊，根一是法，分两小段。第一段放光普照啊，第二个小段持戒净照。今天我听说有同学来参加了听这堂课，那么从经文当中看呢，没头没尾，不知道这说的是什么。我们要把前面这一篇的大意略说一说，知道这文从哪里来的。这是第38品礼佛现光，前面一品如品得宝，这从比喻上说，人生难得，佛告诉我们，佛所说的这些话，佛灭度之后，由弟子们把它记下来，成为经典。怎么个记法？弟子当中，阿难尊者记忆力最好，
他听一遍，几乎一生都不会忘记，有这个能力。啊，这个世界不能说没有，少，像阿难这种起心太少了。佛灭度之后，集结经藏是有佛的学生500个人，这500人都证得阿罗汉。很不容易，由这500阿罗汉来做证明，听阿难宣讲，把佛在世的时候经典重复讲一遍，这500个人通通都赞成，这才能记录下来。有一个人反对，说阿难，好像佛没这个说法，这就不能记下来。啊，不许可有一个反对。为什么这么做？是让后人对经典产生信心。经典里头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佛当年所说的。当然，佛灭度之后1000年，佛法传到中国来了，传到中国来，翻译成中国文字，参加翻译这个工作，有印度的高僧，有中国修行有成就的人，是由国家来主持做这个译经的工作。从汉朝佛法出传过来，一直到宋朝啊，译经最后的年代，宋朝800年前啊，宋朝以后就很少了啊。那么现在我们晓得，原点巴黎文学的传到中国来了，有两支，一支是汉传，用中国文字浅显的文言文写出来，啊，在文字学里头称为变文，变化的变，啊，变文，也就是文言文，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说话的是最接近的，我们讲吧，最浅显的文言文啊，便利佛法的弘传啊，希望一般读书人都能够看得懂，以这个为标准，也可以说是当时的借鉴当时的口语啊，这样翻译过来的。另外一支是藏传的啊，藏传比汉传的时候，在 汉朝的时候也是有一段时期
两三百年之后，啊，如果说是从唐代比较可靠，文成公主嫁到西藏，而佛法的时候，文成公主影响很大，在她没嫁出去之前，西藏没有，她去了之后，把佛教带过去了。这是个比较可靠一点说法。那么有西藏文字啊，藏文是从梵文发明西藏文字，也是属于拼音啊，一直传到今天还不衰啊，藏传里面有少份不多我们没翻译的文成公主带去汉文的经典不少，那个时候也翻成西藏文啊，一直到今天还有少数我们汉文里都没有。早年我访问中国，给赵朴素老居士建议，啊，希望把汉文这个藏文经典完全用中国文字，还是用文言文把它重新翻出来，能够保存长远。啊，藏文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的遗憾就是几百年之后语音变了，字不认识。啊，好在藏传的从唐太宗这个时候起到今天也经历了六个朝代五个朝代啊，唐宋元明清，还好这个文字啊一直是西藏佛门弟子来控制住的啊，没有改变传下来了。如果不是佛门弟子，藏文呢变化就很大了，就像欧洲这些文字一样，三百年之后啊，写出来没人懂了。啊，好在就是西藏是因为喇嘛称喇嘛教，实际就是佛教。啊，喇嘛是藏语的发音。沉传下来，句句是佛说的，不能怀疑。啊，那么佛门也佛教经典也如是，从汉朝这时候就开始翻译。唐、隋唐是极盛的时期。啊，一直到宋朝到中国来的几乎都翻译成中文了。啊，没有翻译的很少很少很少听说啊，几乎全部翻出来，就是今天汉语的大藏经。佛非常重视信，如果传到后世没有人相信的，佛法就灭了。会不会有这一天？有，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他的法运是12000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根据中国古大德的记载，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印度，3000多年。外国说的是2500年，现在我们都用外国的这个说法。中国上一代的老和尚还是用中国老的纪念，不用外国的。那么现在由于交通便捷，资讯发达，空间越来越小了，地球确实变成一家人了，这不能不知道的。我们关于这桩事情，这桩事情也不是个小事情，大事情，我们就随俗。我们自己了解，对于经典，字字句句决定不怀疑，是真的，不是假的。前面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世界，介绍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就是这一部经。这个法门跟其他的法门不一样，佛介绍了这个法门，在印度没有形成一个宗派，印度人读这个经典也不多，依照这部经修行的方法有，不是没有。反而在中国接受这个法门人比印度多，比西藏也多。藏传里头有，不是没有，有见度。所有法门里面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戒定慧三学。佛是叫我们开智慧，智慧是自信里的本有的。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很好，他开悟了，五祖忍和尚要考一考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召见他，见姓，姓是什么样子，说给我听听。他第一句话是，他总共说了五句。第一句话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个清净自信呢，是真心，不是妄心，是真心。我们今天一般人讲心，概念上全是妄心。心是什么？先是思想，真心没有思想，所以这是我们要辨别清楚的，特别是学大乘，
啊，真心是清净的，本自清净。有没有染污呢？没有。佛菩萨没有，我们凡夫也没有。啊，染污的是意。佛法讲心、意、识。啊，意就是妄心，意是什么？意就是起心动念。啊，中国的文字妙极了，心，单单一个心，什么都没有，跟佛讲的真心相应。啊，要有了念头了。有分别了，有分别是思。你看思，心上上面一个田，啊，田是一个一个的，就是有分别了，那不是真心妄心，啊，想，思想，啊，想心里头有相，那个相是假相，不是真相。啊，所以思想，这是一般人讲心，心就是思想，妄心，不是真心。啊，六道凡夫用思想以为是真心，这错了。能大师说得好啊，第一个清净，清净他没有思想，他在清净。有思有想的不清净的。啊，第二句话说真心不生不灭。没有生灭的现象，思想有。啊，思想是念头。前念灭后念又生。一个接着一个。频率非常之高。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贪执思想换了多少次？单单一个思想，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感觉到。我们感觉到是连续的。相续想啊，想看电视，电视的画面，一秒钟一百次，一百次的生灭，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啊，其实画面的时间，我们说画面的寿命吧，画面多长？百分之一秒。这是电视，那我们脑子里面的思想比它多得多啊！啊，到底多多少呢？弥勒菩萨说了一句话，说一贪执有32亿8000年啊，一贪执，也就是说32亿分之一是一念，七个念头。那一秒钟可以贪七次，我们把它乘出来，一秒钟贪七次等于2240兆分之1秒。这就是念头的生灭，但是真心不生不灭，真心如如不动。妄心一秒钟就是32亿8000年啊，把它乘出来算出来320兆啊，
一秒钟是320兆，这是真的是假的？真的，现在量学家发现了物质现象，量子力学家搞清楚了，假的。世界确确实实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那我们现在看的是物质东西存在啊。你要知道它存在的寿命多长，是320兆分之1秒，这是它的寿命。一秒钟它生灭320兆次啊，单位不是万不是千，单位是兆。我们怎么会知道啊？这个秘密量子力学家完全明白了，他没有说出一秒钟有多少，他只说生灭频率非常高啊，佛在佛经上数字说出来了。我相信再有20-30年，量子力学家会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就是念头搞明白之后也等于零。假的不是真的，真的是心，是真心，真心是真的，没有生灭，不生不灭。见到这个真心叫明心见性啊，这个心也叫性，叫自性，叫本性啊，这个心是清净，没有染污啊。妄心有染污，念头就是染污，妄想是染污啊，真心没有。真心第三个现象，是具足，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所以智慧是自性里都有的，没有见性的人没智慧，他有知识，知识跟智慧是两桩事情啊。智慧要现前了，没有一样不知道，样样都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全都明白了。所以佛法注重智慧，不注重知识。智慧从哪里来？本有的，没有来处，自性的本来具足，这个要知道。知识有来处，是你学来的，你看来的，听来的，你想出来的啊。智慧不是的，智慧是自性本有啊。怎么样得到智慧？佛教给我们持戒修定，智慧就开了啊。持戒是手段，修定也是手段，持戒才能得定，定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大悟，开悟。这个悟有小悟、大悟、大彻大悟，
小悟是阿罗汉，比我们高明多了。啊，大悟是菩萨，大彻大悟是佛陀。所以，佛、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教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啊，最高的学位大彻大悟称为佛陀，第二个学位是菩萨，啊，大悟，没有彻悟，啊，大悟，第三个学位阿罗汉，好像本科毕业，小悟，小悟虽然是小，他的智慧超过人间天上。人聪明不如他，天比人更聪明也不如他，二十八尊天都比不上他。所以佛法是开发自信的一门学问呢、啊。他要求的是一门深入，尝试熏修。为什么一门能得定？哪一门？任何一门都行。啊，不拘哪一门，就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通通都可以。只要你用戒定慧这个方法去学，你就能开悟。妙极了，佛的经祖经典能帮助我们开悟，世间典籍行不行？行。不要忘记它还有一个无量法门，八万四千是佛法，佛菩萨讲的，八万四千之外还有无量无边的法门，通通行。所以后头有个无量法门，全跑了。不可思议。啊，到不可思议。思意起心动念没有了。就接近大彻大悟，啊，这是他的理论，我们必须要知道明心见性的理论。明心见性一定要走戒定慧，啊，不走这条路，不没有戒，决定不能得定。啊，定中有戒，戒中没有定。啊，戒主要叫你放下，彻底放下了，连戒也放下了，真放下，你才能得定。啊，定到一定的程度，豁然。读书千遍，那一千遍记住是修定。啊，你看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喜欢读书，佛就叫用读书的方法修定。那里教下读诵大经大论，目的是什么？把妄想念掉，把杂念念掉，把分别念掉，把执着念掉，万缘放下，心里头只有这一部经，到最后这一部经也不要了。你看我啊，如果抓住这部经不行，真心里头什么都没有，
怎么会有一部经？怎么会有佛？所以到最后啊，连佛也没有，经也没有，大彻大悟，真成佛了。啊，这个时候才叫做佛陀。啊，经典里面所说的，我们不能不相信。为什么？将来开悟的时候，这个来做证明，我是不是真开悟？真开悟了，佛讲的一切经是我自心心性的流出来，哪有不懂的道理？没有开悟不懂，开悟了彻底明白了。啊，明白之后讲给别人听，因人而异，程度深的讲得深，程度浅的讲得浅，能恒顺众生，应机说法，跟他的程度相应，帮助他也开悟。这是佛法。那么我们今天学到这一段，佛把这个极乐世界介绍的差不多了，啊，极乐世界生活状况、教学的情形，啊，以及这个世界的美好，啊，统统说明白。中国人常想，百闻不如一见。如果我们能见到多好，这就讲到这个这一桩事。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慈悲到极处，他用他的神通，让当时听经的大众，啊，这个经的听众20000人，啊，都跟我们一样，俗家人，啊，这里面有出家的，也有没有出家的，出家的人少，在家的人多，通通见到极乐世界。经典里头记载的清清楚楚，绝对不是骗人，我们才能得利益。啊，如果我们要是错会了意思，这是迷信，那就劝你不必读经，你得不到丝毫利益。啊，不得利益是小事，大事是避免误会佛教，错解了佛教。这个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在所不免。出家人想渡我这个人很难的，为什么我们要辩论？要把我说服啊，我才会相信。啊，这些出家人，
当然我们也遇到第一流的高僧大德，我遇到是一般的，一般的不行啊，他辩不过我。啊，所以我的信心是从方老师这里来。啊，他是个哲学家，世界知名的哲学家。我跟他学哲学。啊，那一年我26岁。他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讲的佛经哲学。我就很诧异。佛是宗教，是迷信，他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他不是佛，他是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从来没听说过。佛经，大乘佛经，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也没听说过。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个话我听得懂，我很喜欢。人生最高的享受，那我要学。我入佛门是这么来的，以后我看《论语》，《论语》开端头一句话，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就把他跟方老师教我这一句，这两个接头相应，不亦说乎，不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吗？一个人一生当中快乐幸福过一辈子，每一天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多么幸福。好啊，能得到吗？能。你要真正想学，释迦牟尼佛帮助你行，孔老夫子帮助你也行啊，可是都要从持戒下手啊。佛家有五戒十善呢，儒家也有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你看后面。身修，这个身修就是我们个人一个人一生当中得到幸福快乐。他也讲啊，从哪里下手？持戒。什么是戒？前面讲的是戒，格物致知啊，格物。用司马光的讲法，司马光是虔诚的佛教徒，
啊，隔什么？隔是隔斗啊。物是什么？欲望、贪欲。要把贪欲、贪嗔痴打败啊，这个才行啊！啊，贪嗔痴打败了，你的智慧就升起来了，五格而后知止，智慧升起来了，就是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自信本自具足的智慧出来了。啊，为什么障碍没有了？正心，心里都没有障碍。正心里都什么都没有，才叫正。心里都有烦恼，不正。心里头有欢喜也不正，心里头喜幸福也不正，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就正，意就沉，心就正。第四句，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自信是什么？从来没动摇过。我们宇宙有动摇，本无动摇就是自信本定。自信什么样子？自信就是定。啊，大乘教上佛常说，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最后一句很重要，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什么？整个宇宙。我们眼睛能看得见，耳朵能听得见，很有限的。宇宙多大？无量无边的。天外还有天呢。啊，所以整个宇宙，我们今天叫造物主，不是上帝。是谁呀？是你的自信。自信只有一个，我们的共同一个自信。所以整个宇宙是一体，一体能不爱护吗？所以自信的德，自信里头第一德就是大慈大悲。啊，悲是什么？悲是离苦。慈是什么？慈是娱乐。离苦与乐啊，所以成佛了，成菩萨了，他完全明白了，自他是一体啊。那对于我，伤害我的人，侮辱我的人，欺负我的人，甚至杀我的人，还有没有怨恨呢？没有了。为什么？一体呀，这个时候真落就现前了。啊，牙齿跟舌头是一体，牙齿不小心把舌头咬破了，舌头没听说舌头要报仇，为什么？一体。啊，佛告诉我们，整个宇宙跟我们是一体。所以，佛的爱是真爱。
啊，不是只爱善人不爱恶人，只爱赞美他的人不爱回报他的人，佛不是。佛念你灭佛杀佛，佛还是爱你。为什么？牙齿跟舌头的关系，你才晓得佛家是真的，阿罗汉的爱就真爱。那阿罗汉见性的少分，菩萨见性多分，佛陀见性圆满，这么个关系啊。你学佛，你不能爱人，你不能爱动植物，你不能爱山河大地，在佛学上入门的人会摇头，你没入门呢，经典念得再多没入门呢，在门外啊。啊，为什么？你没有爱心啊，你不能原谅得罪你的人啊，这是佛法。你说佛多快乐啊，不但这一生，生生世世敬未来际没有一个冤家对头啊，冤家对头对他的很多，他心里头没有，心里干净清净，没污染的。啊，他的心里只是看到六道众生要帮助他离苦。学佛的同学要帮助他得乐。好啊！啊，他在世间干什么？帮助一切众生，该离苦的帮助他离苦，该得乐的帮助他得乐。离苦得乐叫慈悲也。修行人内心上修养确实如是，而且这个事情真的全靠自己，不靠他人。你为什么不能开悟？你的妄念太多了，杂念太多了，分别太多了，染污太多了，你的心不干净啊，所以头一个要你修清净心，心真清净，万缘放下了，证阿罗汉果。小悟啊，然后再要清除更深层的烦恼，比阿罗汉更深的菩萨，菩萨四十一个阶级。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这些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们真没有烦恼，真放下了。可是还有人有些气，为什么就这么多等级？习气厚薄差别不一样啊，什么叫习气？古大德用酒瓶做比喻啊，陈酒的酒瓶，酒倒掉了，擦干净了，确确实实没有了，一滴也没有，闻闻还有味道，
这必有习气。你的烦恼无明真断了，可是好像还有点味道不纯。习气怎么断？没法子的。时间长了，自自然然没有了。所以菩萨在菩萨这个阶段当中，没有证得究竟圆满，他一面断习气，习气不执着，一面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来的。悟从哪里来的？悟从觉来的。啊，只要你觉悟了，你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了，我刚才举的例子，是我修学的心得。啊，什么事情看不惯，凡夫；什么事情都看得惯，是菩萨。是阿罗汉啊，阿罗汉还有放不下的习气，菩萨没有了啊。菩萨有看不惯是无始无明，这个东西没断啊，把这个东西都断掉了，成佛了。慧能大师只说了这五句，五祖听了之后，行了，不必再说了。你看他的考试只有20个字，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五祖一拨就给他了，就传给他了啊，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可是嫉妒的人很多，不服啊，你是个不认识字的人，没有念过书，说老实话，僧团在黄梅住8个月，他只住在工作房里头。五祖叫他破柴舂米，给他这两桩事情做，他做了8个月。别人看他在修苦行啊，他自己知道那是修禅定。8个月啊，五祖身心言教啊，跟五祖见面谈话这3次，第一次见面，最后一次是五祖传衣钵给他，1天2次，白天一次，晚上一次，总共见3次面，衣钵就给他，真正志同道合，真正大彻大悟，不是假的。所以信心要去做啊，我们对于佛经最重要的信心，你有信心，你才真正能离苦得乐。事出世间一切法能成就啊，啊，今天这个小时我说的这些话，帮助大家奠定基础，有信心信德，你就会有孝心恭敬心。
历代祖师大德有孝顺心，对于法门，对于经典有恭敬心，你才能得利益。啊，如果真正在无量寿经上下功夫，恭喜你这一生会得到圆满的成就，圆满就成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为什么？除非你不去不了，你要真去了，无论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身份没关系，只要到达那个地方见到阿弥陀佛无量寿，不像此地寿命短暂的啊，决定一生真的究竟的大觉大彻大悟，见性成佛啊，你一生决定做到啊，所以这个是学佛比什么都重要的条件，自己具备这个条件一帆风顺，如果有怀疑很难啊，疑虑很多，关关都很难破。佛讲的这是这么多经典帮助你们断疑生信。好，今天时间过得快，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